生命电视放上去，走，在生命电视放上去。接下来，请收看《慈悲法语》。珍惜每个悲欢，每次离合，每一天。珍惜每个钟声，每一份爱，每一天。世间万物永恒，一切无常的。六，如何做一个完全的人？一，如果要保持来生，不失人生的话，就要学持戒。二，如果做的人，又要丰衣足食的话，就要学布施。如果做的人要相貌庄严的话，就要学忍辱。四，如果做的人要精神康健的话，就要学精进。五，如果做的人要身心安定的话，就要学禅定。六，如果做了人要聪明智慧的话，就要学般若。七，我们要做人要成佛，都不能离开这六种波罗蜜，罗汉陀空波、大象毗因洛的典故。说明了做人布施和持戒并重，福德与智慧双修的重要性。八，虽然真正要做成一个完全的人，那就非成佛不可，其余的人都不能算是做到完全。然而人成即佛成，我们先从做人开始。九，为什么要学佛？何谓学佛？能学者人，所学者佛。要知佛是什么，做佛又有什么好处？若明此理，乃可以言学。十，学佛分作三层来讲。一，为何要学佛？二，学佛有何好处？三，用何方法可以成佛？一，在未成佛以前，要教化众生。欲教化众生故，要摄受众生。欲摄受众生故，
要有福志。若没有福志，只可教化一两人，但不能教化多数人。二，福志即由摄受众生而来，若摄受众生，则当先行布施。众生无衣送衣，无食送食，要使对方之人皆大欢喜，但须以真实心，乃能感化人也。三，何为福德？德是从恶人来，若无对方之人，德从何显？故福是果，德是因，人人皆想得福，但福哪里是一想就来的呢？普通所谓福自天生，实则是福由心造。四，精进在六度中的重要性，因为能于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禅定等勇猛精进，则福德圆满。于念佛、参禅、持戒、忍辱等勇猛精进，则智慧圆满。福智圆满，就可摄受众生，就能化导众生，而言成佛果。故福德智慧从六波罗蜜而来。五，上有四摄法，可以摄受众生。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事，六度四摄为圆满作佛之正因。为什么要学佛？为度众生而学佛。欲度众生，须广行六度四摄之法门，作成佛之正因，所共勉之。十一，众生学佛是为了要离苦得乐，离苦得乐就是人人学佛的目的。一，世人认为没有衣食住是苦，那么平常穿布衣的，有一天得着了绫罗绸缎，这是乐吗？平常吃粗劣饮食的，有一天得吃山珍海味，这是乐吗？二，所谓离苦者，即离世间苦，因为世间没有快乐可言。得乐者，非指世间之乐，世间的乐、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五种乐，其实是地狱之媒介。
世人往往以此为乐，而佛说是苦。欲出世间，必须追求出世的无上妙道。三，世间人以苦为乐，不知有生老病死等苦。要知一切苦皆从生来，若得无生，诸苦解脱。但学佛之人，若只离世间之苦，得出世间之乐，这不是真正佛徒。十二，如何建设人间净土？不外以下的五个基本条件：第一，不乱杀；第二，不乱取；第三，不乱淫。第四，不乱讲话；第五，不乱饮食。十三，佛陀虽说法49年，谈经300余回，但如果把所有的法宝归纳起来，只不过是在说明善与恶两者的分野。其目的在指导人生应如何的改恶修善，以完成伟大圆满的人格。十四，上面所讲的五戒，便是令人改恶归善的指南，也就是建设人间净土唯一的基础。五戒并不是佛教特有的作风，其实也就是国家政治法律所共同努力的五戒，其目标只是一个，不过因立场的不同而改变方式罢了。十五，世界的不安，社会的混乱，皆因乱杀、乱取所致。要想建设人间净土，非要从五戒入手不可。一人能实行，则一人得平安。一家能实行，则一家得平安。乃至一村、一镇、一县、一省、一国能实行，则皆能得平安。全世界各国皆能奉行五戒，那么人间净土的实现也就指日可待了。慈航菩萨法语甘露。一，十个要学佛的理由。一，我以为一个人如果不学佛，就好像一个小孩子离开了父母，没有依靠一样。我以为一个人的痛苦有两方面可以安慰，一种是物质的，一种是精神的。
佛经上说的成罗汉、成菩萨、成佛，乃至生极乐世界。这种出世超人的兴旺是永远的快乐。所以精神上的安慰比起物质来实在是玄格。三，我们做一个人，善恶实在是没有一定的。做善做恶的动机，究竟是什么东西在面主动的呢？详细研究起来，这就要谈到心。研究心理学最彻底的莫过于佛学，这也是要学佛的一个理由。四，我常常这样想，人和畜生究竟在什么地方不同？老实说，这就是人有教育，畜生没有教育。教育虽然不是完全归于佛教，但最良善的教育莫过于佛教。因为佛教的物件宗旨就是教化人民修善断恶，改邪归正。事关从凡夫到佛果，离开了善法，怎样可以成功呢？所以学佛第一就是改变人们的行为。五，我常常这样想，做一个人从生到死忙忙碌碌，究竟忙的什么东西？为名吧，名又带不去；为利吧，利也带不去。就是儿孙满堂、大富大贵，到那时又有什么用呢？其实是两手空空，连这平日所宝贵的身体也要归到黄土面去了。我以为无论贵为天子或富比王侯，如果庸碌一生，做人也就没有什么兴趣了。唯有学佛修一切善法，断一切恶法，自利利他，自觉觉他，能够这样去做人，那才算有兴趣，人生也才有意义。六，我又想到人的智慧真是渺小得很，不但像我们这样愚蠢的人固然谈不上，就是多识几个字，能做几篇文章。乃至能够治家理国，也不过是世间有漏的聪明，不但不能救济人群脱离苦海，连自己都还没有超出三界的生死。你看，十方诸佛不但是自己早已超脱，
并且还能够救拔一切众生。这样，我们为什么不去学佛呢？七，我们平常一般人能够著作两部书的，以为学问是怎样了不起。听说到外国去留学，要能出版两本书，才可以得到博士学位。试看佛陀空口讲白话，又不用先预备文稿，随问随答。在我们中国的大藏经里，已有几千卷，何况印度的梵文有许多还没翻译过来呢。又何况天上龙宫的经典，那更是无量无数。佛有这样大的智慧，我们为什么不学呢？哇哦，狗狗好可爱哦，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。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，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忠心。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。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，需要您的帮助。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、救护、养护流浪狗。划拨账号5001-6766，5001-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慈悲置业云林观音讲堂举办能言法会，恭诵能言经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。日期9月20日星期二至9月24日星期六，时间每天早上9点开始。日期9月25日星期日焰口法会，时间上午9点，恭请慧泰和尚主法。地点云林观音讲堂，云林县湖尾镇新南里竹围60-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。洽询电话05-633-1565，05-633-1565，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，并保持社交距离。当日上午8点半，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陈真护生员义工，工作时间每月第四个星期日，工作内容除草、打扫环境。洽询电话06-2716-616或06-2716-612，06-2716-616或06-2716-612。洽询地点：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衣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，量体温。素食主义 （Vegetarianism） 是由英国素食者协会于1842年提出的。Vegetarian 一词并非来源于 vegetable， 而是来源于拉丁文的 vegetare， 意思是使人获得快乐。
现在人们都认为素食者仅仅就是吃植物的人，实际上其意义远不止于此。它不仅是一种饮食的文化，不使用动物产品，还尽可能避免在取得食物、服装等日常各方面需求时，以各种残暴和剥削的方法对待动物。由于国外对素食的界定有所不同，不同的素食者所进食的食物范围也有所不同。素食主义者，或称纯素主义者、严格素食者，还是有些非常细微的差别，但是基本上还是不吃蛋类或乳制品、蜂蜜，摒弃所有动物制品与加工品，包括动物肉，且不穿戴动物制品，如真皮、丝绸、羊毛等等。因为人类的畜牧业和家禽养殖业绝大多数以残忍的方式对待动物，所以遵循素食主义的人，其素食的理由通常是出于对动物的爱以及对动物权益的尊重。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